好，老师来了哈，计时开始了吗？好，开始。开始。因为他的头发很塌，所以我先用水把它稍微重新谢谢啊塑形一下，因为太塌了。其实他跟你有点像哎，笑起来。有哈。Masha， 你有问过爸爸你的出生吗？有。他像好多人。原住民哦。又像蔡依珊。蔡依珊。好像真的有。真的啦。有一点。像。那我刚刚帮他喷一点打底的，让头发稍微有点色感。好，对，好，赶快吹干。好，先用造型笔打底吹干，让头发蓬松。接下来型男必备的就是一把板夹，将头发夹出线条，最后再用软蜡定型，八分钟就能完成型男发型喽。哎呦，最后喷定型液就好了。好，对，就远远的这样打过一下。十九。二一，时间到。好哟。型男发型一点也不难，只要准备好造型品跟板夹，轻轻松松就能帅气出门喽。